每个人前面都有条路，但终站是不是一定要是罗马呢？前面那条路终站一定要是罗马的。条路咁长，实会有几滴雨的啦，边可能日日阳光普照啊？条路咁长，最好日日都阳光普照啦。嗱，你要懂得向前望，一定要向前望。间中你仲会停站、转站，又或者唔知几时会是自己的下一站。向前行就不要翻转头了，因为时间会等你。我知道条路有沙有石，不过只要有坚持，前面没有红灯。你没有做过什么大事，亦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你不用懂做什么大事，将来亦都不用是什么大人物。你怎么样？对自己好一点，简简单单可以过得好好的，不要撑得那么辛苦。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不过有时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有时又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OK，唔使讲啦。好多嘢唔使讲我。每个人前面都有条路，无论条路几长，有你每一站都会是罗马。